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再度来到北投市场，这是这个市场入口的地方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个北投市场超过80年以上的阿婆面。好，上次是觉得很好吃，所以今天决定再吃一次，但是是吃别种的。老板娘你好。哎，好，那我今天要那个茄阿米汤的，然后还有个阳春面干的，这边吃。哎呀，那个我还要红烧肉，上次吃肥的，这次吃瘦的，好了。你是客一份还是两个重的？红烧肉就这次瘦的一份好了。坐里面，对，哎，还有别的吗？先这样，谢谢。红烧肉。对。好，那这个是上次我曾经来过的皇家酸菜卤肉饭，也蛮好吃的。好，或者要买一颗那个半熟鸭蛋。好，谢谢。隔壁吃的。对，隔壁。15块。好，谢谢。OK，Thank you。好，这家也拍一下，这家的卤肉饭也是非常有名，上次有吃过。好，那这个就我们今天这边吃的阿伯面，然后瘦的红烧肉。好，再来是这个阿春食堂水手包蒜香辣酱，那我们就加一包。好，水手包想吃就吃，随时想吃随时就加。相当方便啊，就长这样哦，感觉蛮辣的哦。好，就直接加个辣了啊。今天天气刚好也蛮冷的，就加一点看看。好，好，那N嫂也加一点啊。好，好，那这次我就吃这个茄阿米汤的啊，然后加了这个阿春食堂的辣酱。然后还有隔壁的那个半熟蛋。好，现在就吃吃看啊。很好吃，加个辣之后，我觉得风味更好了，更能够凸显出这个面的味道，赞哦。然后这边还有一点肥滋滋的。烧肉，红烧肉。香喷喷，香喷喷的啊！不愧是老店啊。口味相当的好啊，就是这个大骨汤头，很棒。
可以啊。好，这个蒜香辣椒酱口味非常的好啊。相当美味啊。赞哦。真的很好吃啊。你觉得这个好不好吃？加点辣就很提味了哦。不错。很香。那这家店已经快要到100年了，80多年。好吃哈。就是一种古早味了。它的酱是在那个红色酱，很好吃。这是什么？那是甜辣酱，对不对？是，应该算是他们那种特制的红酱了。红酱。好，那这个是瘦的红烧肉。好，它有沾到这个阿春食堂的辣椒酱。好吃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古早味了。赞啊！好，辣椒很香啊。辣椒很香。啊，不会过辣。真的很好吃啊。但红烧肉应该比较适合你，它是偏瘦的。皮酱酥酥的哦，一点点肥肉而已哦，很好吃。整个就是古早味的感觉。赞哦。好，那这个就是阿婆面，坚持古早原味，绝无添加味精。老板娘选这个是红酱啊，它是辣椒酱吗？甜酱。甜酱啊，所以不辣啊。好，那就真正古早味啊。啊，这个红烧肉真的很好吃啊，红烧肉了，红烧肉。好，那当然隔壁的这个卤肉饭也很有名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紧接着是这个50年以上的老店古早味茉莉小吃，这是这一摊侧面的样子。好，那老板娘相当客气啊。好，那价目表在这边，可以按暂停键看一下。好，老板娘，那我们要两碗茄米小的，好，然后红烧肉一份小的，要瘦肉5花，好，瘦肉，好，一份瘦肉啊，红烧肉没有分大小啦，然后一份烫青菜，好，还有一份豆干，大陆妹，你要吗？哦，好，大陆妹，不要加酱油就好，不要加什么？不要加酱油，不要加酱油，油都不要，好，谢谢。然后那面有一碗要那个叫什么蛋？溏心蛋。对，溏心蛋。中一碗加蛋。对，嘿，谢谢。好，这一家据说也是真正古早味，那假爆买啊！好，那现在就试看这家红烧肉啊，刚忘了讲了，以N嫂来说的话，前一家全部都是满分啊，那满分啊，满分大师，包括辣椒酱也都是满分。哎呦，这家红烧肉也不错哎，但是很明显比上一家的调味甜，肉蛮瘦的，
好，按扫尝看，应该马上吃，应该马上会有感觉。不好意思，我过来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是不是调味比较甜一点？嗯。肉比较厚啊。嗯。调味比较甜，那你觉得喜欢哪一家？两家都喜欢。两家都喜欢。我比较喜欢上一家的那个肉味比较重一些。哦，调味比较甜一点哦，那要看个人。但是肉也是蛮瘦的，我刚吃到那块比较甜了，现在到中间这边就又还好了。好，那我觉得是90分。好，那老板娘相当客气啊，现在试试看啊，感觉这个怎么跟前一家长得蛮像的。嗯，好，汤就稍微味道比较淡一点，啊，算是清爽型的汤面。我再试试看这个卤鸭啊，溏心蛋。嗯，好，溏心蛋还蛮标准的，哦，真的是嫩，然后但是汤我觉得调味比较淡，那以我这种感觉的话，我觉得比较建议吃干的切仔面。好，溏心蛋单独分数我觉得是90分，还蛮棒的，哦，稍微咸一点，就是咸的味道比较重一点。哎，老板娘，一碗细面。啊，面我就觉得比较普通啊，因为它汤头比较没有什么香气啊。还说上一家的汤头真的是比较浓郁啊。那好吃吗？比较淡吗？比较清淡。啊，真的比较清淡。好，燕嫂也是这样觉得。哦，我的猜测啦，应该是大骨汤的味道还没有炖出来，因为我们来的时间还蛮早的哦。好，那分数我觉得是70分。哦，但是老板娘很亲切啊，是自己的用餐感受了啊，跟上一家的那其他面很像。哦，但是就是汤头比较清淡。好，老板娘，那请问我们的多少啊？好，今天的190。190，好。好，刚刚老板娘讲说他们的餐点都是采真空包啊，所以就是非常干净卫生啊。然后老板娘也蛮亲切的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再来就走到北投菜市场外面啊，因为 N 嫂她也要买菜了，所以我们就顺便逛一下菜市场。今天菜市场人也蛮多的啊。这摊好多人啊！哦，是那个啦，阿红润饼。对啊，阿红润饼啊。今天的那个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店家。40大香肠。刚刚我有问那个阿婆面的老板娘，说他们酱是甜酱。
那刚刚那一家你觉得好吃吗？不错啊，茉莉也不错啊。我觉得真的有比较清淡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比较喜欢第一家的，比较喜欢阿婆面。下次有机会你两家吃啊。两家好好吃。两块百块。为什么两家一起吃啊？好，草莓很漂亮啊！来，干杯，干杯！来，这边这个干杯，干杯！你好。百香果很漂亮。对，我们的满天星。哎，你好。满天星。啊，满天星。嗯，叫满天星。哎，今天三天一百啊！好，可能走的稍微慢一点啊，因为菜市场人还蛮多的，都很热闹，很多人。我也要去一片三片一百啊，大家得去吧。啊，这是干货类。一百八十元一包，三十包了。谢谢你哦。先买一包送你一包了，不要怀疑啊！啊，再往前，上次看到那个不错的店家是在里面的。啊，那刚跳过两段放音乐很大声的店家。这一摊好多人，代表他的东西蛮不错的啊。好，觉得不错就这一家了。好，上次来这边 TN 上买过那个花椰菜啊。好，然后真的算是感觉像批发价。好，在 N 上选的差不多了，再来就排队结账。好，那我再去旁边逛一下。耶，小番茄五十块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上次吃过觉得非常棒的菜家，啊，这家也很好吃，然后也买去给 N 嫂吃过，她也很喜欢。这家水果也很漂亮啊，那再来就差不多要回去了。总共买多少？300。300啊。好，那再来就回去了啊。
哦，这个是很有名的三峡金牛角面包啊！哎呀，好赞哎！好，今天真的蛮热闹的啊。这一单取消。哦，这个白萝卜看起来不错啊。哎，这是我小妹啊，之前变数拢袂顺，食这青椒怎啊好？伊叫伊好好个。好，因为刚好就这边这一段音乐很大声，不然就可以录这些大哥叫卖的声音呢。叫什么？哦，这边是活虾啊。两位三姐。中间这一摊芭乐看起来不错。帝王哥。这个卖东西真是各式各样啊！哦，真的好热闹啊！好，那这样就差不多了啊。好，那就在这边 Andy 好了啊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。然后这个阿婆面，个人比较喜欢阿婆面啊。然后茉莉小吃也不错，就看个人的选择。然后阿春食堂的辣椒包，加去真的味道非常的够哦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